连日来，多国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，用亮丽的中国红装扮大街小巷。海外华人华侨与当地民众一同庆祝龙年春节，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乐趣和过年的喜庆气氛。在离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不远的卡梅尔格尔斯基巷，莫斯科市中国春节庆祝活动正在热闹进行中。当地市民、外国游客在品尝美食、学习中国书法的过程中，体验龙年春节的美好氛围。我们在这里举办的书法课，有俄罗斯年轻人、小孩子、大人都觉得很有意思，很多人都愿意熟悉认识中国文化、中国习俗。那么长的队，昨天我们都8点多才走，我们都没有纸了。这几天，意大利米兰的华人社区人山人海，中国传统的舞龙舞狮、各类文艺演出吸引了大量当地市民和游客前来观看。大家在热闹的春节活动中近距离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。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新春庙会活动上，书法、中国画、唐画、蜀绣、绳编等中国文化体验和互动活动吸引了近3万人到来。I really like it here, actually. It's very interesting. You can see a lot of. 我真是太喜欢这个庙会了，可以亲身感受中国文化和艺术。我们正计划着今年晚些时候去中国。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了当地首届春节庙会，中肯两国的文艺爱好者一同表演了舞龙舞狮、古筝、舞蹈、戏曲、中国传统服饰展示等节目。我从没见过这么热闹的活动，我很高兴肯尼亚多所大学的学生们都在学习和传播中国文化，这非常好。我们非常高兴能在这里过春节，他就是龙年出生的，他很开心。